欢迎收看 DJI OM4 系列教学视频。本视频将介绍手机云台的初次安装与使用演示。首先，请打开 OM4 产品外箱，取出云台主体及配件。初次使用手机云台，请下载 DJI Mimo App。下载完成后，可以选择使用磁吸手机夹或磁吸指环扣，将手机吸附在手机云台上，进行稳定拍摄，使手持三脚架顶部螺钉对准云台手柄底部的四分之一螺纹孔，旋紧至对位点对齐，随后展开支架。使用磁吸手机夹进行安装，将手机夹夹在约手机中间位置，注意 DJI logo 方向与手机镜头朝向一致。展开手机云台，将手机连同手机夹对准吸附卡点，吸附在手机云台上即可完成安装。注意，小型手机厚度小于 7.5 毫米或者重量小于160克的手机，使用前需要额外粘贴垫高硅胶贴。使用磁吸指环进行安装，使用前请拆掉手机保护壳。一、使用湿巾清洁手机背面，再使用干巾擦干，然后粘贴辅助贴至手机大概中心位置，用力按压辅助贴，挤出多余气泡。二、将中心定位卡放置于手机背面，根据矩形参考线调整定位卡，准确定位手机中心位置。三、粘贴指环扣于手机背面中心，并按压平整。四、移开中心定位卡，完成安装。如果您要使用磁吸指环扣进行拍摄，在完成安装后，需等待12小时再配合云台使用。安装方法与手机夹相同，对准吸附卡点，吸附在手机云台上即可完成安装。长按 M 键开机，打开移动设备蓝牙，使用 DJI Mimo App。登录或注册 DJI 账号，点击激活即可。激活的同时，还可加购或激活 DJI Care 随心换意外保障计划，解锁低价置换、急速换新等多项专属权益。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小程序，以获得更多在线技术支持。激活完成后，点击左上角的相机图标，进入拍摄界面，单击 M 按键，即可在照片、录像模式中切换。双击 M 按键，可以在横竖模式下切换。上下推动变焦滑杆，以控制相机变焦。摇杆上下推动，控制云台俯仰方向转动。摇杆左右推动，控制云台平移方向转动。双击扳机键，云台回中。三击扳机键，用于切换手机前后摄像头。单击拍摄按键，即可轻松记录光影瞬间。长按 M 键，听到后松手。云台进入待机模式，单击扳机键退出。长按 M 按键，听到后松手，云台关机。取下移动设备后，如画面所示，收纳设备即可。感谢观看。